這條數咧就係、相當詭異嘅，咁啊佢有個圓圈俾你，難嘅地方係咩咧？佢全部冇實數嘅，全部都係一啲我哋叫做variable 同埋 unknown。但大家要記住 ，x 佢個圓圈就 x square 加 y square 等於 r square， 咁即係個 radius 係 r 嚟嘅，得唔得先？但 r 咧就係、是、我哋叫 unknown， 係一個實數嚟 ，constant 嚟嘅 ，x y 先係份一個變數 variable。跟住有一條 tangent， 佢話俾你聽 x 加 y 等於 r， 話埋個 tangent 啦。一諗起 tangent， 諗起咩啊？即刻彈出嚟，諗起 touch， 因為 touch 諗起三角乜等於零 ，discriminate， 咁即係暗示咩啊？暗示要雞嘴飛鷹，跟住有雞嘴飛鷹之後啊，有兩條 equation combine， 跟住 combine 之後就我踢走咗呢個 y， 點踢走啊？將條公式改一改 ，y 由濕值 ，y 的 x 減 r 縫翻落去呢一度，咁咪冇曬 y 咯，就變咗條 quadratic equation in terms of x 嘅。咁做咗啲咩啊？頭先講咗啦，因為個 discriminate 等於零啊嘛，三角乜，咁就可以用呢度 b square 減 4ac， 邊個叫 b 啊？呢個叫 b 咯 ，c 咯 ，a 咯。然後就等於零，咁就可以搣走咗個 x， 然後個 unknown 得 r 嘅啫，戳到 r 之後就可以計到 r 嘅答案出嚟噶，咁就成條數做完噶啦。個中心點在哪裏啊？小心，知道乜嘢叫 variable， x y 係 variable， r 唔係 variable， r 係 unknown。二，一見到 touch tangent， 諗起咩啊？三角乜同埋雞嘴飛鷹。四 ，combine equation。五就係要踢走個 x， 點踢走啊？因為三角乜 b square 減四 ac 等於零。咁就可以踢咗埋 x， 就戳到條公式，得一個 r， 咁條問題就解決咗㗎。咁希望幫到大家。